开局就出生在蛇王身旁。无奈现在的我们又短又小，只能着急地围着蛇王打转。我们能顺利抓住这条树精蛇王吗？小伙伴们可以为我加油吗？哎呦，你炸！哎呦我去！身形要拽，姿势要帅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我们接着盘旁边的奥利给蛇王。哎呀妈呀，搞错方向了，这就尴尬了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这。可恶的小蛇蛇，你挡我们路了。绕过它，成功锁住蛇王七寸。哎呀，蛇王居然这么快就缴械投降了。啊，味道好极了。冰淇淋蛇王也想来凑个热闹。拿来吧你小牙签肉。有粉丝说被一条骰子蛇王给欺负了，让我碰到务必帮帮他报仇。跟我来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条名字是月泉的骰子蛇王了。紧紧贴着边边给他包围过去。蛇王这也太弱了吧，都还没来得及压缩居然凉凉了。又来一条来抢吃的骰子蛇王。你死定了。我们先把食物吃完。哇，好多的小豆豆啊，今天真是运气爆棚啊。对了，同款好玩的游戏我就放在下面咯。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